下一个节目是1、2、3 Relax 工联北中带给你居家亦能松一松。那我们就介绍你做一下头部减压按摩啦。在教大家做头部减压按摩之前，就讲下它的好处先啦。第一个呢，它就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保养。第二个就是促进循环。第三个就是放松肌肉。第四个就是帮助你入睡。头部减压按摩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，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好，你都可以简单地运用你的双手去帮自己的头部做个简单的减压放松。那今次我们就先教大家梳头皮啦。大家请先将你两只手变成虎爪形状，之后就跟住我们的教学影片一起做啦。我们的手好像梳头一样，在太阳穴出发，一直梳到头发后面，重复动作20秒，大概梳20至25下。梳头顶的时候也都一样，两只手成虎爪形状，从头顶移动到中央走道，重复动作都是20秒，梳20至25下。在这里都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按摩的时候力度要适中，有酸酸胀胀的感觉就可以了，不用说要按到痛才为之有效的。那今天就教住大家这些先啦，下一次我们再教另一部分的头部按摩。因应疫情，我们中心都有个心天晴抗疫心理支援热线的服务，提供给大家心理支持和情绪疏导的服务，详情都可以致电本中心电话查询的。或者大家都可以致电以下的热线，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。工联最新 YouTube 节目阿共 Channel 在 YouTube 等着你啦，记得 CLSS 按个钟仔，留意我们最新资讯。